小姐们好啊！端云公成亲了，还让君小姐行礼吗？端云公听不向君小姐问好啊！小姐，你明知道你出现会让大家起哄，为什么还要来啊？宁公子敢人前为我解围，我定要在人前为他捧场。再者说，如今这事情闹得越大，姓陆的才会越忌惮。 二哥，心情怎么样？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呸！好，这一配配的真的是荡气回肠，配的是不虚伪、不做作、不祝福还不服输。这一配真配的是男子汉真性情。呸！哼，他们只是一纸婚约而已，尚未成亲。我觉得君小姐对你还不错。 别呸了，我也觉得君小姐对你挺好的。呸！大哥，你说有些人怎么就这么不正常？你还小，你是不会懂的。哦，是这样啊。君大夫若是能嫁给状元郎，那也是极好的。不可能，这么好的一个姑娘。 你就让他随意的活着，这样不好吗？你不是很喜欢他吗？那我让他天天来陪你，好吗？不好，我也不喜欢他，他又不是我妹妹，我妹妹已经死了。 既然他这么像公主，就应该过公主一样的生活。假如他不想，九灵公主已经死了，那他凭什么活着？